悠悠猜猜王，一起拿宝藏。月亮姐姐，你每天都是什么时候上床睡觉的啊？太阳哥哥，我每天9点就会准时去睡觉哦。哦，那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都跟月亮姐姐一样啊？是。那这样子一定会很有精神玩猜谜。最近学了一个新招，叫做催眠术。大家张大眼睛，仔细看好了。1、2、3，睡觉。哦，神奇吧？等一下，我数3、2、1，阿碧就会醒来哦。注意听哦，3、2、1，起床。什么事啊？哎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请掌声鼓励。哇，这个催眠术太厉害了。小八，我们小朋友也想要一起玩。OK， 那小朋友数到3的时候你们就会睡着哦。1、2、3，睡觉。哦，每个人都睡着了。接下来继续哦。3、2、1，起床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们刚刚也都睡着了。我睡着了。哇，小爸，你的催眠术好神奇啊！等一下猜谜完，可不可以教我？当然可以哦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玩猜谜游戏吧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哦，第一个提示是植物。哦。植物的题目都很难呢，连我聪明小爸都会常常猜错啊。没关系啦，小爸，我们海盗是住在海边的，对陆地上的植物本来就比较不熟悉嘛，所以你不要太在意啦。阿碧说得很有道理耶，那今天就请小朋友来猜猜看，一种矮矮小小长在地面上的植物。矮矮小小长在地面上的植物，你们有想到哪些啊？我仔细想一想哦。有人知道吗？花，花，那个向日葵，仙人掌，仙人掌。哦，还有嘞。哇，不错哎。还有花哦，太厉害了！你们太阳花，太阳花。哦，你们告诉我们好多长在陆地上的植物，很棒啊。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们。这种植物它会动，很好玩呢。哦，会动的植物有哪一些呢？大家赶快动动脑，想想答案哦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！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！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！你们猜不到！咦，到底是什么植物会动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不然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示好了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爱睡觉啊，它是一种爱睡觉又很害羞的植物哦。如果你轻轻地碰它的叶子，它的叶子就会很害羞地合起来睡觉。真的吗？听起来好有趣哦，我想试试看呢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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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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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好玩呢，真的好有趣哦！小朋友，你们一定都没看过这么好玩就会害羞害羞害羞的植物吧？你到底是什么？赶快想想看哦！巴拉巴拉，噼里啪啦，猜不到。
妈哔哩吧啦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有答案吗？再想想看。小朋友说答案是睡觉还是海草，我们没有确定的答案呢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长在地面上，只要碰到它的叶子就会害羞合起来的植物就是含羞草。哦，你们猜错了。原来是含羞草，好可惜没有猜对哦。没有关系，小朋友这样子呢又多认识了一种植物哦，我们也很棒，帮自己拍拍手。我们成功了！耶！真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全击胜利的号角，泱泱宝物到手了，开心的不得了！真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你的感觉真好。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。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你们呢！是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阿比，我们竟然赢了！好厉害呀！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还是我刚才被自己催眠了？一二三，睡觉。嗯，小爸，你怎么睡着了？你还没有教我哎。不教。哦。你先冷静，我们还在做详细的检查，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嗯，哦，那就好啊。可是医生啊，我儿子为什么忽然昏倒嘞？我们初步断定他应该是尿道发炎、膀胱发炎，还有肾脏发炎。怎么有这么多的发炎呢？我说妈妈呀，他平常是不是不喝水又喜欢憋尿呢？哎呦，哇，医生啊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他就喜欢打那个电动啊，一打起来都嘛不吃饭、不喝水、也不上厕所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水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多喝水才可以的。哦，可是我也不爱喝水啊，也没事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喝水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想要健康就要动，更要多喝水，保持身体的水分。跑起来！哎呀，教练，可是我真的不爱喝水，水都没有味道哎。对啊，反正我们又没有觉得口渴啊。对呀。注意，你们知道人的身体里面有70%以上是水分吗？啊，这么多！宝贝，你有70公斤，那不就有49公斤都是水分呢？人家哪那么重？我上次量后才69.7而已，而且注意，水分在我们人身体这个大工厂里，每天都做着很重要的工作，像是搬运养分和废物、调节身体温度、溶解重要物质等等。哇，水分听起来是一个能干的工人呢。对呀，对呀，水分工人好重要哎。我以后哈，注意，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蒸发流失掉很多的水分，这时就要靠多喝水把重要的水分补充回来，所以多喝水才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宝贝，我规定你以后每一个小时要提醒我喝水一次，知道吗？叶师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哈，注意，跟着我大声念出来。
多喝水保健康，多喝水保健康，多喝水真窈窕，多喝水真窈窕。我们去买饮料好不好？你好啊，饮料甜甜的比较好喝哎，反正都水水的，饮料应该也可以吧？好啊好啊。注意，饮料里面不但有糖分，还有其他的添加物，都会造成人体身体的负担，所以绝对不能取代水。哦，知道了。注意，跟着我大声念出来，多喝水，保健康。多喝水。保健康。小朋友，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，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，加油！答案就快要出来了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，再加上简单的线条。哇，就变成了可爱的老鼠。我会这样做，你会吗？广告时间，动一动咯。海豚，小朋友，欢迎参加悠悠 Party， 两次爱的悠悠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悠悠，悠悠，又是一个美好假期，快快想想去哪里？早早起来听到消息，大家要参加悠悠 Party， 不管今天什么天气，都要带着好心情，热情邀约朋友邻居，一起来 Happy 福根。
温柔是一件很好的事，然后可以锻炼体力，加强心肺功能。就一个人很自己啊，然后会可以培养团队默契的意思。就是因为很痛啊，所以又想说，那如果很痛的话，那为什么我会摔，别人不会摔？那就想跟别人一样啊，才会破皮啊，才会破皮，然后还是要继续穿啊。自己练得很辛苦，因为教练会逼你。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那个教练教的新动作，你一定会全力去做。可是教练就会看出来，哎，你明明就可以做到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你没办法做到？教练就会对你有一些期望，所以呢，才会说你不够积极，不够积极，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可以做到。现在应该是打战术啊，可是打得不好就。如果一个人不配合，那整体就没希望。就尽力，你就不要管那个分数了。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。天天做运动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哦。我是香喷喷的主厨香师傅，欢迎收看料理甜甜圈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鲑鱼沙拉卷，来看看要准备什么材料吧。材料有墨西哥薄饼两张，海苔三片，罗美青菜80克，鲑鱼150克，起司干面包两片，小黄瓜一条，还有沙拉酱30克，柠檬汁50cc，黑胡椒5克。今天我们要做的鲑鱼沙拉卷是香师傅的真心推荐哦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我最喜欢吃鲑鱼了，所以我们赶快来做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把鲑鱼泡在柠檬汁里面，记得加一点点的盐哦，腌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小黄瓜切成丁。那接着我们要把生菜撕成小片的哦。那我们要把干面包剥成小块，好酥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生菜、小黄瓜丁还有鲑鱼都放在一起，然后加上凯撒沙拉酱，然后为了让味道可以更香呢，我要拿出我的魔法棒，料理料理变变变，你们看有没有很神奇？有。好了，魔法棒收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。在搅拌的时候呢，来考考你们好了。好，你们知道鲑鱼有什么营养吗？我知道，吃鱼会变聪明。我也知道啊，鲑鱼里面有维生素 B， 还有维生素 D 跟 E。哇，大厨很厉害耶！鲑鱼里面啊，除了有维生素之外，还有很重要的 EPA 跟 DHA 哦。然后 DHA 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，还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发育跟生长哦。就像小厨说的，吃了以后会变聪明。那香师傅，我明天就要考试，赶快让我变聪明吧！哪有那么快就会变聪明的啊？对啊，好了，差不多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薄饼切成一半，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要再放上海苔片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做成手卷的样子哦，按住中间，大概到一半的地方，这样卷起来，像不像一个甜筒或是手卷呢？有，很像哦。好，就按中间卷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沙拉放进去，放一半，然后再撒上一点干面包。好，我们再把其他的沙拉再放上去，放点干面包。我跟大厨两个都爱吃鲑鱼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点变聪明？没有吧。好，最后呢，上面再放上一片鲑鱼。
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呀，我做好了。我们聪明的都做好了。没有呢。好了，好了，看起来好吃又聪明的鲑鱼沙拉卷完成了。营养的鲑鱼配上新鲜的生菜，加上饼皮和海苔，有淀粉、蛋白质跟青菜，是一道健康满分的料理哦。美味可动。鲑鱼真的好好吃哦。其实干面包也很特别哦，所以赶快动手试试看这个美味100分的鲑鱼沙拉卷，你一定会喜欢的哦。